是给乐团的。如果是给我的话，请再大声一点好不好？那今天主角不是我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我只求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荣耀就好了 ，OK？等一下，我把这个拿下来，因为这样，你知道我个性真的一向就不喜欢被绑死，就类似这样啊。Anyway， 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各位好朋友们啊，在这么寒冷的这个下雨天拨空来参加 Jackson 的这个2014的这个 Year End Party 啊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。那其实我觉得说是 Year End Party， 我宁愿把它说是一个感恩之夜。我相信哈，谢谢。我相信说我们大家这么多，因为今天一屋子都是好朋友，非常好的好朋友。那么一定也知道 ，Jackson 在2013真的是这个面临了一个非常 rough 跟 tough 的一个艰困的时期啊。不管是愚公移师，对他来讲都是人生最大的一个痛苦期。even 就是一个吴大胆都说他快撑不住。但是呢，so far 呢，就是我觉得老天还算蛮眷顾他，也蛮爱护他的哦。事情呢过去就像昨日一样，烟消云散，然后呢日子一天比一天好。那当然也要感谢呢这个在场的很多的好朋友呢，在这段期间呢不断给他鼓励，不断给他的支持，真的谢谢感谢啊。去年大家应该是没有听到他弹吉他，对不对？那2012年呢，我们也是在同一个地方有办。那去年是就是因为那个事情发生了那么多的事，所以他根本没有心情。那我干嘛呢？我当然要陪着掉两滴泪了啊，这是一定要的啊。那其实我做的还蛮称职的，说真的。然后呢，事情全部都过去以后呢，然后慢慢越来越顺之后呢，他就开始有心情，再把吉他拿起来就可以弹弹唱唱。所以呢，今天好像就是我们大家这个 gathering together 在这里的一个最大因素。所以呢，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怪我说，为什么没有邀请我？为什么啊？因为真的是地方不够啊，所以小叶你可能要恐怕要弄个大一点的地方。但 anyway， 我的意思就是说哈，就在座的就是都是我们经过 pick 再 pick 选再选的一些好朋友，非常非常知己的好朋友，所以真的非常感谢你们。那么待会儿呢，Jackson 还有这个小唐老师，我当然也要非常感谢小唐，真的谢谢你哦。这个夕阳老哥真的少了小唐啊的 passion， 绝对我们没有办法持续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待会儿他们 Evergreen Rocking Band，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变成 Evergreen Rocking Band， 其实好，那不管 Evergreen Rocking Band 呢，待会儿会这个唱一些我们当年那些回忆的老歌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这个回到以往美好的时光。那么他们会有唱好几首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每天都好辛苦哦，真的好辛苦哦，练得好累，这一阵子他身体很不舒服，可是他都还是一直在练哦，所以您真的要给他多鼓励哦 ，OK， 也当然有些人久而久我没有漏了你，OK， 因为我们还有后半段待会要介绍，那我就不多说，那让他们先唱，然后待会儿呢，我们后半段再来介绍我们这个在这里的团员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热烈掌声给他们一下鼓励 ，OK。